下一组编号五号，四声三甲，古凯文、林仲涵带来的闪下。却出现一种阻挡，让心慌张。你要我没有我的向往，我才会一路苦苦追赶。我只有过往，却没有远方。迟迟不放的痴狂，怎会在多年以后变成这样？我们在伞下如此执着凝望，爱与歌声来回碰撞，向前手走不同的方向，是捆绑。我们在伞下准备失去对方，带着了解微笑。我会祝福你，伞外的世界有一片蔚蓝。你有我没有过的向往，我才会一路苦苦追赶。我只有过迟迟不放的痴狂，怎会在多年以后变成这样？我们在伞下如此执着凝望，爱与歌声来回碰撞，向前手走不同的方向，是捆绑。我们在伞下准备失去对方，带着了解微笑和伞外的世界有一片蔚蓝。啦啦啦啦啦啦！
常抱歉，在我们这位主持人向人郑重的致歉一下，刚刚班级念错了，更正为四声二甲 ，OK。非常抱歉，真的，刚刚我们都不想念错，对对对。比较喜欢成熟感啊，我喜欢，我喜欢，真的。可是他这个比较成熟啊，可是这个有一点挤。电话给我。两点。好，那我们还是。对，那现在请廷琛老师给个灯。非常谢谢，谢谢两位带来的演出，获得一颗灯，谢谢。